太大声了，有吗？你刚刚自己的时候在做什么呢？在看书。在看书？书上的东西在手机上吗？没有。那我提醒你，现在剩几天了吧？老师知道念书很累，偶尔放松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一整个念书的时间呢，都浪费在看影片上。那还不如呢，不用大费周章的来到学校念书，干脆就待在家里好了。而且你知道，你这个样子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念书的心情。手机给我，放学后再来找我拿回去。好，那现在你回去继续睡觉。你到底是有没有要看书啊？你从回家就坐在电脑前，你每天听他听他看不腻啊？你都不用念书了是不是？看完就会去看了啦，你很烦哎、欸。你烦？你书是念给你自己的，你要不要念随你。我看你这样子，只考也不用考了，你整天只有没有效没有用啦。你吵哎、欸，出去啦！你不要念，干脆休息出去工作，你不要浪费你爸的钱呐。喂，姐姐现在有空吗？有啊，怎么了？没有啊，今天在学校的时候被老师没收手机，然后这样就够水，回家又被你骂。就是因为在看影片哦。你怎么知道？傻啦，你都不知道跟我说过多少次影片吗？每次原因都一样。嗯，你要安慰我一下，看你的心情也不好。拜托，他们生气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啊，你看你都要考自考了。虽然说你说看影片是你的动力，但他们哪里懂你啊？你说什么他们都只会当作是你不念书的借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做给他们看？这样没错啊，
可是我刚好就在看影片的时候被他们看到了，有什么办法？不然就不要关心他，不要喜欢女儿啦。哦，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想让他们因为你一直被骂，那你去看好了。我念书又关他们什么事啊？就是有关啊。你说你今天为什么会被老师骂，还又被你爸骂，然后还要吵到他们身上？可是我在看影片。对啊，你说这样子你就怠惰，就变成偶像，所以你不念书，不可怜的平坦，平白无故被骂的。姐姐，你不要再调侃我了。哎呦，你乖啦，想想你了吧。我常说看看他可以带给你动力吗？想想他这么努力，你就是要努力一点啊。你好好想想吧，好好加油，撑一下就过了。哎呀，不聊了，你去看出去吧。等一下，怎么了？姐姐下星期六有空吗？应该有吧，干嘛？想约出来聊聊天。到时再约啊。嗯，拜拜。好，拜拜。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要用外表去评论？好肤浅！尼尔啊，你真的长得很好，不要再因为这样自卑了。那些人都不明白你的好，没关系，我们懂就好了。你只要继续做你自己就好，做很久美的小太阳。完了，又忘记了。怎么办？我放在家里。不是忘记，是没抄吧？有没有抄啊？这个只能放在家里。这几天每天都看人家看病，看了一遍，哪有花时间在放不上？然后我一直在怕，还是有。那些都是借口。如果你有心放在课业上的话，你笔是怎么抄给我？这是两回事啊！你干嘛突然生气啊？我只是看过你每天在学校，不是在睡觉，不是看影片，浪费时间。干嘛跟我妈讲同样的话？我在做什么不需要你管啊？我念书不是为了你们。那你有在为你自己念吗？算了，不想管你了。你要怎样怎样吧。什么啊？连最好的朋友都不懂。你现在是怎样？怎么怎样？老师都打电话到家里来了，你到家都在干嘛？你是不是又在那边看天堂？你除了会迷偶像，你在干嘛？
你都不会念书了，考试也不要去考了。你很烦哎，不要管东管西的。你以为我爱管啊？念书是为了你自己念，不是为我们在念哎。看你把房间搞成什么样，别在墙上贴这些东西，不要乱动我东西呀、啊！哎，就叫你不要动，听不懂？叫妈妈爱的，今天又要把房间买，你做啥干东西？你还留这些干什么？你干嘛？你其他也给我撕掉啊！我明天还让我看到，我就通通丢了这头。出去啊！不要假装作没听到啊！기분좋잖아요웃는얼굴에침못빼는다는말도있듯이웃는모습이가장보기좋고그런것같은데저는그냥촬영할때웬만한이제되게주문을하신거아닌거면은저는웃는것같아요근데좀긍정적으로생각하려고많이좀노력하는편이고긍정적이어야세상살아가는데좋잖아요I ain't really sleep well You ever feel like your train of thought's been derailed That's when you press on, lean in Half the population just waiting to see me fail Yeah, right, you better off trying to freeze hell Some of us do it for the females And others do it for the retail But I do it for the kids, life through the tower and on Every time you fall, it's only making your chin strong And I'll be in your corner like Nick, baby Till the end of when you hear the song from that big lady Until the referee rings the bell Until both your eyes start to swell Until the crowd goes home What we gonna do, y'all?
妈，对不起，之前不应该对你不礼貌，只是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相信我会为了自己努力。我知道有些时候我可能太过疯狂于偶像，也知道这样不太好，只是这件事我有自己的坚持，可能你不懂，但我会证明给你看，让你慢慢明白，也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也请你不要太担心我。抱歉之前没有准时还你笔记，我知道你凶我是因为你希望我可以多为自己想想，这几天我们都没有说话，感觉怪不习惯的。其实我知道有些时候我的行为可能让你们无法理解，无法认同，为什么要这么疯狂于一个注定他永远不会记得我是谁的人？只是我自己也在想是为什么，但都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只能说，他们带给我的感觉，如果不是一样喜欢他们的人，是不会懂的。可是，站回一个朋友的立场，我没有体谅到你的心情，对不起，请原谅我，也要继续跟我当朋友哦。对了，我终于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因为他们。晚餐买回来了，快出来吃哦。哇，不是要考试了吗？吃了才有精神啊。哦，的啦，哎，你很过分哎！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就跟你说一个秘密。接受我？不会啦，就是那个啊，不是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兴趣跟专长是什么吗？如果说因为他们而决定了什么，你相信吗？相信啊，反正你那事情都有讲过了，既然选择了要走的路，就好好走吧。不管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你自己，都一样。谢谢你。人有时候不免过于疯狂，冷静下来，感受于自己，不能让每个人都体会，但要给自己什么，
要给别人什么样的看法，在于自己。你带给我的一切是无形的，怎么样去用语言描述都不能够完整表达。不求别人都能理解，只想要一点尊重。感谢上天让我身边的人都能懂我、理解我，更感谢他让我遇见了你。相遇是他布了多久的局，而爱上是我经历了多少事情、多久时间才能够确定。尼尔，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不管身边有没有我们，都要努力的笑着哦。我爱你。If you never care for me, I will cherish every memory I spend with you. It is kind of bittersweet.Like the five lines previous and the feeling felt right now. Like if you heard that a loved one had been lost, but their last words were, I know this is my time, I am strong. And I could spend forever in your eyes, I could spendForever here tonight. Even if you never care for me, I will cherish every memory that I spend with you.